喂喂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把人家一拍唱笨小孩，欧弟急救援，宪哥报吴珊如婚礼，替的只报一万六。女儿一直阻止我了，爸爸，你不要包那么多嘛！我结婚才才包一万六给我，你这包十六万就很多了。哎，有什么关系？自己的好兄弟，对不对？ Key 的安东区梅亚 Rita 选在国庆夜补办婚礼，师傅等级的宪哥当然没缺席，即使工作满档，仍惊喜现身。第一次看到 Rita 的时候，我就说：“请求庆哥，这个是我女朋友，我把她拖到旁边讲 Key， 如果你跟过去一样，那就玩玩就好。如果你是要结婚，是就这一个，我帮他算过扑克大师。”啪啪啪，三张牌出来以后就说：“这是你老婆。”综艺玩很大，没有你的话，就没有综艺玩很大。哇！真的太痛苦，很辛苦。那个再录下去，我真的就没有办法承担，所以我们就把爸爸拖出来。我就出一张嘴，对，而且现在连规则都不太讲，这个孩子。以为自己再演艺圈十年了，可能红不了，没想到十年后终于遇到了。然后就慢慢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他就红了，对不对？玩很大三人组还在典礼现场演唱经典曲《笨小孩》，结果才一开始就出贼。转眼间那么快，是一个笨小孩遇到那种年代。喂喂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把人家一拍爱要想个借口摆一摆那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只好偏爱笨小孩唱到笨小孩当然不能忘记 Key 的超萌儿子乘坐阿拉丁飞毯进场，瞬间萌翻众人。拜托别打我，想起我的生活。别哭别再哭。是众星云集，楼君说受邀演出，女友焦凡凡则负责主持婚宴，同场的还有宝弟葛兆恩。